你说。捡到石头布。哦。怎么说？谁赢了？谁输了？我赢了。你输。你输了。谁开心？谁不开心？怎么说？你。我开心了。嗯，谁不开心？老师。老师怎么样？原来你开心，你不开心。你不开心。你开心了，我不开心。你赢了，我输了。好，好，现在我再来把这本书读一次。哎，等一下，还要往前，我们两个都是。捡到石头布，怎么又是你赢啊？再来一次，捡到石头布。哦，这一次谁赢了？谁输了？还是平了？赢了吗？我们一样，输了吗？赢了。哦，平了，平了，我们平了。Yeah. OK， 好。